好啊，大家早啊！今天呢，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《金刚经》里面的四句偈啊。这四句偈呢，众说纷纭但在这边呢，我们跟大家结缘分享的方式啊，比方说这无我相。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，这就是《金刚经》里面的一种方式的四句偈。再来，又譬如这个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，这也是四句偈。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；见相、非相，即见如来。这也是四句偈。菩萨应如是发心呐，不住色布施，不住声香味法布施。菩萨因无所住而行布施，这也是一种类型的四句偈。总之，《金刚经》里头的四句偈呢，非常的多，每一句话呢，都是记录实相，都是帮助我们打破无明妄想。都是让我们具体展现菩提心跟慈悲心。比方说，菩萨应如是发心，所有一切众生，我都度尽无余涅槃，而实无有众生得灭度者，如是灭度无量无边的众生，这也是典型的四句偈，很清楚明白的，从四心上的发心，进入无心契入实相的实无有众生可灭度者，在具体展现菩提心跟慈悲心的如是灭度无量无边的众生，所以《金刚经》里头的名言、里头的经典、里头的四句偈，就是契入实相、打破无明妄想的密码。大家要好好的体会。所以我们在这边讲《金刚经》，就是帮助大家把这些勾勒出来，来创造开悟的因缘。那大家在诵持《金刚经》的时候，在我们这边跟大家说明的每一品当中的重要的经典语句，大家如实的参修，这样一定会帮大家在学佛、在修行、在人生的道路上面开花结果。那这四句偈，尤其以这一句“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”，光是这一句话就很明显的帮助我们契入实相，实相就是无相。也帮助我们打破累世累劫的无明妄想，那就是无我相。而我们的无明妄想，就是累世累劫着这个我相。但是这契入实相，实相又是无相，如何的来说明呢？我们知道，实相呢，是说是一物即不众啊，是没有办法用语言
文字来表达，是四心所不到处，也就是非思量啊。所以呢，祖师大德每每谈到实相，如果用语言文字来表达，就说脚下泥深了。所以实在有一点难，但是呢，即使如此，世尊呢还是老婆心切的说法49年，祖师大德呢也是老婆心切的，用各种的手段机锋手眼帮助众生，这就都是说明实相无相，无所不相。那我们如何来契入呢？在这边呢，来帮助大家来契入这四句偈当中的密码。第一个就是我们根深蒂固的我执我相。这有一个故事是这样子的。这有一个禅师呢，在唐朝，他叫普净禅师。每每在打坐的时候呢，从空中呢就传来啊，还我头来，还我头来。这普净禅师呢，开眼一看，原来是三国时代的关公啊。他就请关公下来，跟他谈一谈。这关公一下来，马上怒气冲天的对着普净禅师说：“还我头来，还我头来！你可以帮我的头还来吗？”大家好好的听听，什么是还我头来呢？这就是众生累世累劫无明的习气。当我们照镜子的时候，一照啊，那个相就出现。那个相一出现，我们无始无明，我们的妄想就马上攀援上去，于是就认定那个我。于是就执着那一个我相，那个相就是我，就是我的了。所以关公本身就迷失在这样的现象当中。普净禅师呢，利用机会来开导他，马上跟他点破和说：“您在过五关。”斩六将的时候，你杀了那么多的人，那请问这些人的人头又应该找谁来要呢？这关公一听，头抓一抓，哎，是真的耶！我杀了那么多人，这些人的头，他们又应该找谁要呢？他当下呢，就反观自照，知道自己犯下了这么重大的罪恶，于是就请求禅师来跟他开示忏悔的法门。禅师把握时机跟他说：“这罪从心起，由心造。”心若灭时，罪亦亡。心亡，罪灭两俱空。是者，名为真忏悔啊！所以大家听听这一句偈子，是祖师大德留给我们最好的忏悔法门。有时候，我们到寺院修行，在寺院当中。
在家里面拜忏，但是我们有没有在心中好好的拜忏？如何是真实的忏悔法门？这句话表露无遗，罪由心起，将心忏。心若灭时，罪亦亡。心亡罪灭，两俱空啊！这才是真正的忏悔法门。关公是何等人物啊？一听，当下心开意解，非常的柔软心下来。禅师呢，发现机不可失，马上就问他：“请问面对我的是谁呀？”关公马上就说：“我是关云长啊。”禅师就说：“哪有人可以没有头而能说话的啊？没有头。”可不可以说话啊？哎，这个时候关公，哎，师傅有头，关公一摸，哎，好像没有头，他到底有没有头啊？这时候的关公啊，因为因缘到了，所以呢，在忏悔法门之下呢，心性变得柔软。于是，禅师的点破，禅师的法语，当下就契入本心。他马上就发现，原来万法唯心造，万法唯事所现啊！我的头本自具足，我干嘛一直在找头呢？这不是头上安头嘛，诸位啊，好好的啊，去参究这一则故事，这一则公案，因为它就是从强烈的无明妄想习气的我执、我相，到最后能够明心见性。原来就是如此啊！不然就会一直要找头。我们是不是一辈子寻寻觅觅都是在找头啊？都是在找那个安身立命之处啊？但是，是不是头上安头了呢？我们本自具足的头，从来也没有失落过。关公由于禅师的点破，如此的心开意解，于是他发愿当佛教的护法信徒。从这一则公案当中，我们就知道禅师帮助人，都是帮助大众呢，去年解伏、抽钉、拔气，3言2语，就是帮助众生能够见自本心，能够反观自照，而不是一直的向外索求啊。关公一开始就是向外索求，我们是不是也一直向外所求呢？每天我们照镜子一照，那个相在那里，我们的无始无明马上攀援上去，就成了我执的我相。这有一个可爱的故事是这样的，小明呢，这儿子呢，就哭着跑来找妈妈。他说：“妈妈，妈妈，你知道爸爸最喜欢是谁吗？”妈妈说：“
当然是你啊，小明啊。小明说：“才不是。”很生气的这样说。他妈妈一听，那难道是妈妈吗？啊，对了，爸爸最喜欢的是妈妈。小明也说：“才不是。”哎，这妈妈一下子急了，那到底爸爸最喜欢谁呢？赶快说，赶快说。小明说：“啊，这爸爸最喜欢的是他自己。为何是如此呢？”因为小明看到爸爸在吃冰淇淋，在吃冰棒啊，剩下最后一口的时候，小明就跟爸爸要求：“哎，给我吃，给我吃。”那爸爸呢？啊，一下子没有注意到最后一口，他就马上就放到口中，哎，就融化掉了。小明一看呢，非常的生气啊，就有了这一则故事。我们最喜欢的是谁呢？小明说得很好，我们最喜欢的都是我们自己呀、啊，因为那个强烈的我执形成的我相，就会造成我爱呀、啊。这我爱一产生，我慢就产生，我慢一产生，就造作种种的我痴啊。所以经典里面，一再的告诉我们，我执、我爱、我慢、我痴，就造作种种的身口意的一些业障出来，于是只好在六道三界当中轮回不已。这就是我们根深蒂固的我相。不知道大家有在日常生活当中好好照见我们的无明妄想习气，也就是在二六识中能够照见我们那个我相我执的产生吗？通常众生啊，没有这样的觉照的，都是让我执我相把我们弄得团团转，迷失在这上头啊。再来就是佛陀的一盏明灯啊。佛陀因为发现众生在世间的苦难，于是慈悲由心而生，产生移情，要打破这样众生的苦难，为什么众生一定要轮回在这样的无明苦难当中呢？他一定要就近的找到这样的法门，真参实究，弄清楚、弄明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，就是苦所什么样的苦因造成这样的苦啊，这就是有名的四圣谛的由来。于是，佛陀帮我们大众所有的众生点燃这一盏明灯，他发现了，原来我们累世累劫无明的习气所产生的我执我相，原来是演绎所产生的空中之花。这演绎就是啊，眼睛生病了，出了问题了，于是在空中呢看到了花，就叫做空中之花。而我们众生呢，就是累劫累世都是在这样的现象当中，没有办法跳脱的出，于是只好在三界六道一直轮回。这个轮回就是在这样的现象一直的跳脱，解脱不开来。佛陀的这一盏明灯，就是帮
无量无边的众生开示这样的密码，原来我们会产生无明，产生颠倒妄想，产生种种的这个苦难、痛苦、烦恼，都是执着，都是那个眼睛生病了。而执着在空中之花，所以就一直抓取。那这汕头呢，有三种现象，是一般大众所产生的现象，跟大家分享。第一种现象就是芸芸的众生，在历史的洪流当中，我们可以看到。一般的众生，没有机会学佛，所以呢，根本没有办法明白自己的眼睛生病了，看到的都是空中之花，于是累劫累世，就是一直的在向外攀援，在向外抓取。你可以看到现在的世界是不是都是这样子啊？所有的争端、战役，都是因为这个无明妄想所产生的颠倒，才造成这些问题的。从古至今到未来，如果没有机会听闻佛法，没有机会在这上头真参实究，这个现象呢，就是像泥沼一样越陷越深，只好在这上头轮回不已。这就是我们可以亲眼看到我们自己、我们周遭的人、我们的社会、我们的国家、整个世界都是这样的，难道不是吗？第二个就是众生有因缘开始学佛的，但是没有善知识的引导指引，所以呢，都形成一种向上修的一种问题。所以面对演绎所产生的空中花呢，就拿着一把扫把，就一直。要把那个空中花给除掉，但请问诸位大家，这空中花怎么有办法扫得掉呢？怎么有办法打得掉呢？这就是很多的众生，即使听闻了佛法，即使在修行了，所面对的问题跟现象。我们也把它点出来，由诸位大众反观自照，看自己，也看看我们周围在学佛的，是不是都是在这样的现象当中？如果在这样的现象当中，虽然向上修是一个蛮重要的过程。但是如果不能够转心向法，即会一直的被这个空中花给迷失啊！如果不从那个演绎，也就是眼睛生病，也就是我们的知见生病了来下手，空中花是没完没了的。这就是我们一直。经验的现象啊，第三种类型的众生，就是学佛了，非常的精进，也对佛法大义有所明白，所以呢研读经教，或者是听闻善知识，或者是自己在修行。但是，他所面对的现象就是，他看到了佛经，比方说《金刚经》啊，一看
原来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啊！原来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他一看，就认为自己是明白了，然后再听闻善知识说法，原来所有的一切的现象，都犹如镜中之城啊。镜中之相，镜中的像有没有办法粘在镜子上头？没有办法的，镜中的像它是来来去去的。又比方说，听闻原来哦，我们是眼翳，是知见生病了，所以看到的都是空中花。既然是空中花，不理它就是了嘛。于是从意识心当中认知，认为自己明白了，自己懂了，于是就放下，就歇了。这样的懂，这样的歇，这样的明白，究竟如何呢？常常就会发现。听时事物对镜成谜呀，口口说空，步步却行有啊。为什么会有这些现象产生呢？这些都是头重脚轻，这些都是说食不饱的现象。头重。也就是长期以来，我们都是受制于意识心大脑的妄想值上头，所以祖师大德特别的告诫，这个知啊，可能是妄啊，知是妄，不知是无明啊。那到底要知还是不知呢？所以这个。第三种人，如果经由善知识再开导、再开示，能够真参实究，他将有办法从大脑的表层进入真正的阿赖耶识，我们的 consciousness 啊，来真正的转化，来真正的蜕变。不然，我们累世累劫充满的都是无明妄想的习气啊。所以，以上的三种人跟大家分享，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明白啊。既然学佛，既然入宝山，绝不要空手而归。那到底我们应该要做哪一种人？以下就是第四种人，我们一直在强调，一直在分享的，也就是要能够开示悟入佛之知见，好好的听经闻法，好好的找到善知识来听闻正法。让正法呢，能够在我们内心，在我们的血液，在我们的细胞里面，能够法随法行啊，这才是真正的听经闻法，这才是真正的入佛之自见。第二个，就是要真参实究，也就是。听闻了闻智波罗，我们现在在讲《金刚经》，《金刚经》句句都是闻智波罗，但是在闻智波罗的当下，我们马上要转换，马上要能进入所谓的观照波罗。这样子。对于打破我们的无明妄想，
就是心经所谓的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啊。所以你时时刻刻都处在文字波的法随法行的情况当中，然后时时刻刻又在观照波罗的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这样子就有机会来契入实相的波罗，也就是心经所云的照见五蕴皆空啊。那这边师父跟大家分享非常实在的修行法。也就是第一关，就是要从我们的四心入手。这个四心，就是我们禅修常常在讲的，要培养如实观照的功夫。因为我们长久以来的习气，一般的芸芸众生呢，没有办法看到自己的无明习气。透过禅修呢，帮我们照见，由那个觉照产生觉知，来照见我们那个强烈的我执我相的现象。请问大家，这个你在日常生活中有没有常常产生知啊，知道的知？像诸位现在在听师父这边在讲话。你有没有知道啊？知道你在听啊？这个"知"是对谁来发声啊？是不是都是我在知啊？在日常生活中，你有没有常常在感觉事情啊？在吃一个非常好吃的东西，那个感受，请问是谁在感受啊？是不是我在感受啊？别人对我们好，别人对我们不好，请问是谁在感受啊？是不是我在感受啊？任何一切的现象的现起，请问他是谁？他是谁的啊？这些现象是不是都是发生在我们身上啊？这是我所经验的，这是我所遭遇的，这是我，是吗？每天照镜子一照，那个像一贴在镜子上面，请问那个是谁呀？是别人吗？是 animal 吗？是 insects 吗？No, not me, not mine。那就是我，那就是我的头啊，那就是我的身体呀、啊。诸位，我们有在日常生活中处处见到这样我的强烈的现象吗？可以跟大家分享，一般的众生没有的，为什么没有？因为他一直被生活的洪流一直的迷失，他哪有时间？再加上也没有人跟他点破这些现象，所以他只有在这样的生命流当中一直的流失、流失、流失，跟着岁月，所以就累劫累世。就是在这样的轮回当中，佛法清清楚楚的点破，原来众生就是有这样的无始无明，经典所说的具生我执啊，这个具生我执就是我们生下来都有这样的我执的现象，那这个现象又是怎么来的呢？佛经讲的，佛开示的。叫做无始无明啊，无始就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啦。它就是在众生的现象当中，如果没有佛的这一盏明灯，众生无能出
这一个捆绑，无能出这个监狱，就是这样子。所以透过四心，我们能够照见，用觉照跟觉知的心来照见，原来我们一直都处在我相、我执的现象当中。从这样的现象当中，你才会发现，原来所有的苦，原来所有的烦恼，原来所有的忧郁，原来所有的很多的问题，都跟这个现象，我执的现象、我相的现象，强烈的这个我执的现象，都脱不了关系。从这个现象当中，他就会去抓取。因为那个强烈的我执，它需要强烈的抓取，才能够证明它实实在在的存在。因为他不想要就这样子的被打破了，所以我执就造成了法执。这就是我们在这边，在佛经里面常常都跟我们讲的。我执、法执，就是这两个轮子，让我们在红尘里面，让我们在六道，让我们在三界里面一直轮回不已啊。透过这样不断的行深、行深，我们就会发现，诶，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，我们《金刚经》有云的，众生要能够行布施啊。要对一切的众生来行布施，为什么要行布施呢？就像是我们做慈善一样，为什么要做慈善呢？因为当我们做慈善的时候，我们发现那个强烈我执的现象好像有淡化。当我们在发心、在做慈善、在助人的时候，我们发现那个强烈的我执、我相，它被稀释、被淡化。或者暂时的没有产生，如果能够这样子一直不断的做这样的布施，我们的心就会越来越柔软，我们将气入对法越来越行深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，行行处处都在照见这样的现象。我们就有机会进入原来呀，万事万物原来都是因缘和合，也就是经中所讲的缘起性空、密不可分的法界因缘网，它是这样紧密的扣在一起呀。这时候的我执我相。又能够在更深的被照见，更深的被了解，就在这样不断的这样行深之下呢，我们有一个因缘一成熟，就会产生身心脱落的现象。这个身心脱落呢？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啊，也就是我们累世累劫的无明妄想习气，那个黑漆桶呢，突然被打破，突然被脱落了。但是这个时候啊，习气非常的重的，处处还是有那个我执。我相的那个味道，所以从身心脱落，要进一步的脱落身心，连那个模子，连那个味道，再一次的被脱落啊！这就是行深再行深的照见五蕴皆空，才能由这上头从四心的方便法门。进入无心的测见实相的本身，照见
这个五蕴皆空，原来这个无明妄想就是那个演绎所产生的空中花，在你的生命品质里面，在你的阿赖耶识里面，所有的这一些记忆种子被彻底的翻转。这个时候要能够大死和大活，从这上头大死大活，才能彻底的明白了之，原来一切的生死现象都是不生不灭啊，原来一切的来去现象都是不来不去，原来一切的烦恼，它的当下都是菩提。原来智慧跟慈悲不可分。原来我们在这边一直跟大家分享的禅定跟智慧，定跟慧它都不可分。于是就能够彻底明白《金刚经》所说的"原来实无有众生可度"啊。但实无有众生可度，不是。就是这样子的，这个时候心心念念都是如实的在度尽无量无边的众生啊。所以今天呢，跟大家好好的来分享这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《金刚经》的四句偈，句句都是生命当中的密码。都是要将我们从牢笼当中解脱的密码，这些呢，都是我们一开始对《金刚经》抬头，从金刚进入般若，再进入波罗蜜，原来文字般若、观照般若、实相般若，它实在是不可分啊！它在当下透过文字般若，马上。就是观照波了，马上就是契入实相波了。难道《金刚经》上面的四句偈不都是这样子吗？见相就是文字波了，就是从四心即见非相，马上从文字波了进入观照波了。原来所有的相都是非相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每个相都是如此的，是不是马上就进入文字波了，进入观照波了，进入实相波了啊？这非相马上就是进入无心，马上就是要契入实相，是不是这样子呢？禅是真正的见如来啊，见相。非相即见如来，具体的展现菩提心跟慈悲心。好，今天呢跟大家分享到这边，希望对大家在学佛修行人生的道路上面有真实、确切、很实在的受用，生活跟生命。不可分，佛法跟生活不可分，生活、生命、禅修、佛法不可分。生活的每个当下，跟定、跟慧都不可分啊。